苏有朋于1月3日在社交网上晒出一张小虎队的青涩照，一时间引来不少人的围观。他配文：回到改变命运的那一天，小虎队万人签名会，参加过的可以在下面留个足迹吗？照片中的三人坐在一辆敞篷小汽车上，开心地笑着，稚嫩的脸上散发着青春气息，脸上还挂着未褪去的婴儿肥，引起网友无限感慨。我们的集体回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